那也太 bug 了，所以所以后来我们都中穿墙啊，不然你看我一开始过去其实不太能打赢，因为还是会被对方看到，可是穿墙的话就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对啊，漂浮那时候就有在穿啦，我们在洞窟底下一直被漂。嗯，那有办法不穿吗？还是都一定会穿吧？也太 OP 了吧！很难设定的。他只好穿墙外挂，少数队伍要发光个几秒钟再消失，这样子。真的，真的，你知道剩一个人，我想说，我根本是标靶，我根本看不到你们在哪。完全看到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喵啊，这个人好漂亮，看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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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想你。这已经不是用眼神杀，穿透外挂，好想你，看就没得玩。感谢灰犀丁。太小，我在打木头给团团团团就被队友瞪死，棒，真的爆炸了。我不知道被谁看呢、欸？208，我不知道。204，我记得我有看到一个人，就是先看起来，我们那时候还没到。对，嗯、我们还离很远，超远。因为抓不到距离，我还跟繁星说：“啊，是你看他吗？不是吧？是你看他吧？”到底谁看谁啊？不知道谁看到他的，太远了。原来会穿透，也有可能真的是自己不小心看过去。哦，对对，这不能设定成看一眼就有效果吗？在那边看半天。对啊，其实基本上你动来动去，他也是看一眼就有效果啊。对啊，扫到就有效果，扫到就有，扫到啦。是吗？可是我觉得我看到你们都没有什么效果。有的距离没抓好，你刚刚太近了，要二十格啊！要二十格。我旁边，我想说，大吉在干嘛？他跟我一直在那里泡温泉，然后他就一直看我，他一直在看他的队友，贴贴着你，然后跟他们讲说你在这里，让他们。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巧克力。”然后走过去说：“哈、啊，你在这里。”但你知道他们看过来，你也会受伤啊！我就看他直接贴过去巧克力那边，同归于尽的概念。我有打贴过远的看了，可是好像也没。感谢超级留言。很难诶、欸，那个距离要抓好，那要抓这个二十格到底是多远？是二十？在那个草丛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远。嗯嗯，要抓很难分辨。还有什么可以玩？看歪出去那个啊。啊，哪个？歪出去的那个啊，两歪出去，歪出去，跨康视角是不是？哎，对，歪歪视角，然后连肩把队友看死，太难了，真的。还有困，我想到那个啦，梅杜莎，我觉得定住，看到就定住吗？对吗？对啊。安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视野就只有中间那个家而已。哎、欸，那这样不行啊！你看到定住，等一下每个人两个人两个一对，然后互相看哦。然后你不用玩了、啊，定在那边都不用动，互看定着。来扣住了，等一下，看了之后有立即伤害也可以啊，也不一定要飙。然后看到说，我他死你，你不要动哦，来啊，你才不要动啦，你不要不会动，你动啊，你动啊，过来啊，你过来啊，大家，我在这里等你啊，你过来啊，来在干嘛、啊？打不完的家，真的，就只单纯的变那个嘴巴那边叫嚣而已，真的，大家，可以啊，盯到晚上让怪物打死啊。他进他自己，像完全被缓速就跳不起来，进跳啊，再被伤害不就会弹超高啊？那你干嘛直接漂浮，直接飞超高，直接瞬间飞很高吗？瞬间飞很高，直接弹，直接搭上火箭，对啊，看到就搭火箭了。那你干脆直接设定成被看到就直接飘到25格高就好。要不要给个水桶啊？眼睛垮掉就会，是不是？先每个人给个水桶，这样吗？可以啊，对啊，然后飞出去，只要有两个人死掉，就三个人队伍也要发光。这个是虐待我吧？我这是从来不放水桶的。完了，就只有两个人死掉之后就发光了、啊。对，就是可能是同一队死，也有可能是不同队，各是一个人都可能。对，只要有两个人死，如果是三人的队，也要发光。两个人，那剩一个人，那就自己打自己，那也要发光，这样子也要发光，还是要发光。死两个人就是发光，发光可以打 IDC 吗？我刚一直来不及打，可以再输入一次吗？我这样我也要复制了，我们是三个人的队伍。对，等一下会用到，永远都是三个人，永远都三个。我会是三个人，这是还要打自己 IP 吗？ ID 不用看到直接发光指引。OK， 安安安，
还是你要眼皮的还是直接看、欸、对了，可不可以用动物也是盯死我们的、啊、动物啊，动物视角、哦、他不是到附近就会看你吗？太恐怖了吧。对啊，然后僵尸也会看很远地方就开始瞪你，好恐怖啊，草泥马地形哦。那到晚上很可怕哎、欸，太恐怖了。然后我们一出生旁边就一只鸡，晚上就秒死，有没有？怪物看你也可以，动物看你也可以，野妹会盯着你不放哦。你要怎么侦测树木的眼神啊？应该是有办法吧？哦，我可以。他都做那个视角出来了，就是眼前的那个蓝线啊。嗯。好。我改成这种方式，嗨，你飘飘棒，哦，拿着才可以哦。是谁正在看你啊？你太那个。在看我、啊，我没有啊。飘飘棒，我这边我这样子那个人跳出来都反省正在看你。快点，这个飘飘棒，他可以看我吗？欸、这是歼灭的道具。哦，哇，抢先体验。哦，正在看着，哇，繁星正在看着，在看这个怎么有点像天亮的感觉？我看不到哎、欸，谁看我一下？我先是五格、啊，哦有哎、欸，是五格，有吗？而且这是十牌哎、欸，对啊，啊，小雨在看我，啊，我被看了，救命！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不要！十格，十格，十格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那动物看你会不会出现什么猪正在看你？哎、欸，对，如果改成动物也可以看，在看着你，对啊。要试试看、啊，会不会超级累？刚刚杨洋就有讲啊，可以试试看啊。会卡吗？很可怕啊！可是这样子哦，好啊，我试试看。这样谁偷看都被看哦，有动物在看我，有空动物在看我，打他，盯他，有动物在看我，超风啊，蜜蜂啊，也是动物啊，昆虫，它是昆虫啊。不是应该是这一只吗？昆虫也是动物啦，是啦，是啦，这一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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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多只了，太多只了，好多动物啊！动物园，动物园，熊猫有熊猫有熊猫，动物朋友，动物朋友，动物朋友团结吗？哦，一排吓死我了，看不到。这样不就看？其实我看了半天，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看的，好难抓去。真的，超级棒棒。自己抓不知道。有啊。能说自己看到谁吗？还是这样又太作弊了？啊、自己看到谁啊？正在看谁这样？你们要求很多哎、欸。对、啊。太谁了？太谁？严肃吗？你等一下很容易知道了，只是因为现在这边人多，你分不清自己。我们会不会被这个地底下的怪物看啊？看死有没有？会吧。有这个就会知道是不是队里队伍里面有战犯在偷看。猪猪在看什么？结果最后发现自己是被。猪猪在看什么？没有。距离吗？还是有距离问题？还是他忘开了？那拿那个蘑菇，欸、看到就直接 biu 走。猪在看，有了猪在看一个东西，有没有？看到对面有一个，前面有一个东西，在那个没有，我们在飘都没有。只要前面不是有粒子效果？在看你吗？是哈，没有哈，没有。他往上看了。哦，有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你要拿萝卜吗？他在看我。哪里啊？猪看也有吗？然后你看我，然后你刚刚你是不就被猪看了？没有，我是被小雨看到。你是被猪看？喵哈在看我。没有啊，都是喵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在？喵哈一直在看我。十格啦，小猪。小猪这么看我？那把我推远一点，再推远一点。都是人啊，为什么？这个是这种生化武器，好可怜哦。生化武器有吗？他有没有啊？那个还有一个例子啊，有一个例子效果。那搞不好是玩家看的哎、欸，那是搞不好是玩家在看的哎、欸，有没有？有吗？你们都不要看猪的方向，我们都不要拿棒棒，都不要拿棒棒就知道，都不要看猪的指定的方向。对啊，没有啊。哦、oh, ，没有。有啊，你看他，哎哎哎，没有那个，这是那个中间盔甲架啦。哦、oh. ，盔甲架在看。哇！然后被盔甲架扫到了，放几只猪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他没有出现，他没出现，没有没有，太多了，有了，哎呀，人形蜈蚣，有了有了，
主神功没什么，有，这样猪在看你吗？排队给猪看啊！跳一下，跳起来！哎呦，猪在看你！猪在看我！猪啊！跳跳跳！猪哎，猪哎，猪哎！对。为什么要抬头啊？你看他都在抬头看我们吗？人家其实一样都有稍微抬头的。那不能把猪看人的距离改成低一点吗？所有距离都行吗？不行，太强了，太强了啦！这样就 OK 了，这样就 OK 了。所以是只有动物没有怪物吗？还是怪物？非人，非人都有。那我有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脚底下有洞窟，他们往上看会出事吗？会。喂，不过几率很低吧？比较低啊，他没有察觉到你啊。人形蜈蚣，蜈蚣，距离够的话，应该是察觉得到的。嗯，就是你脚底下有洞窟的话，对，应该不会那么浅吧？不是十格吗？对啊，所以这场是看到是扣起来，是直接 build 走。哎，目前是凋零啊，你要 build 走的嘛，也可以啊 ，build 走啊，然后开场发水桶，哦，为什么都没有小鸡啊？那万一不会那个？瞬间着地放水的那个招数怎么办？就赛马可以练习，练习练习啦。而且是飞这么高，其实要按照不同意合，真的练习用。哦，好高！哦，要起飞了，我起飞了！杰克讲完的瞬间，哇，太高了！你这么高干嘛啦？哎，加分！哎，出飞了！我一看，我在看你耶，超好笑，超快的，哇，好猛哦！那就这样了，哎呦，开场一个飞炮，好，那发光指令是什么？来一下，有 D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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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我到下面去了，喂，团团之嘴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起飞喽，然后把整体复制一下，好，存一下。哎呦，看一眼就飞高高，三个人，三个，哇，你摆脱了哎，三个人也要发光，好，那自己打哦，啊，哟，现在打吗？这样所有人的话，等下再打，等下两个时候吧，再来打不及了。为什么我下不去了？不该。看我，就是喵哈啦，旁边一排喵哈。哇！一直在看喵哈这样。你们要加一个，就是看到啊，算了，不要，太麻烦了，没事。这样都 OK 了，这样都 OK 了。对啊。嗯。好，现在这个改成观察者不会那个了，看不到，观察者不会。好。好。他一开始会有这棒棒吗？不要一直看了。我掉到地底下。棒棒 OK， 好哦，就对话分开。好啊，哈基可以不用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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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棒了！我要拉谁嘞？啊，不用啊，三个下去，三个下去。我要动吗？我不用动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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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大吉！洋洋。泱泱，我要起飞哦！你说泱泱还是泱泱？泱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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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泱泱。好冰，好好吃。小鸡，哈哈，哎，防摔哎！小鸡其实这样很猛哎。对啊。开始喽！哎呦，这个边数怎样？我差点打到 IP， 哈哈，危险！快把 IP 复制出来。我是不是看到了、啊，我要直接弄人吗？好累个、哦，卡卡的。F 三加。牛不要看 ，no 看，小心不要被牛牛看到哦。我跑了，超危险。哎呦，电流奇迹棒呢！我沿路丢种子给他们捡，那小巨就看他们了。那我就飞起来，起飞啦！起飞。牛，你不能故意卡在这里啊，牛。我忘了点那个效果。没有，不然就是自己带牛干嘛干嘛干嘛，不要乱看。对了，自己就带一群的那个牛之类的啊。哎，对了，哎，那个，那这样子，掉落物不是也会有视角吗？啊，掉落物不算哦。好吧，可恶。那个作者说船也有吗？
船也有，有他说可以做定点炮台，哎，对耶，来来来，我海哥，你看，有了，看鲑鱼在看我啦，你怎么被鲑鱼看了啦？鲑鱼把我射上来了啦！你有船吗？你有船吗？没有啦，我。鲑鱼在看你，哎，离河边远一点哦。他到底是用侧面看你还是用正面看你，我好奇哦。有刚刚绿队也有人起飞了。繁星有扣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还好。船有视角吗？你们两个站太近了。船有吧？它是一个碰撞箱。有哎有哎有哎，有视角哎。可是他在看哪里啊？快都都看洋洋，看洋洋，看洋洋。他们在水里啦，好赚哦，起飞啦！对，在水就不会飞了齁。对啊，所以